小猫咪，小猫咪，你真乖，把它抱下来。小猫咪，你想出来吗？要放出来走一走。可以啊。猫咪，我离你比它怎么都真漂亮。这个是谁？这个是谁？小墩，晨晨吧。狗狗，你真乖，真漂亮。这是我第一次抱小猫咪，快点啊！我们在排队抱呢，排队抱。我们要抱吗？来，不行，我放不下来了，我放不下来了。这个是谁？狗狗。这个是狗狗，这是周老师的狗狗。谁要？来吧，哎，你兜他呀。兜的我怎么办？你兜住他的，兜住他的嘴，对对对。没问题，还是不抱。我养了猫，那来，走你。拖住了，宝贝。那个叫小墩嘛？墩墩是白色的。那快换回来，你把我六月拿过去干嘛？把我六月拿给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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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我六月给我，别，把我六月给我。不要。你看我啦。你看我啦。我怎么办？我怕哟。你干嘛？啊，猫咪，小猫咪。他想待在里面，就他待在里面吧。你想抱他出来吗？你想出来吗？他好像不想，我感觉。他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想？强制性想是吧？哎呀，他好胆小的，他好胆小的。你看他已经有点紧张了，我感觉。进去吧，他是有点紧张了。宝宝，我抱你回去，别怕别怕。为什么，宝宝？不怕。明天帮我们给他称一下吧，看他们一个月后能长多重吧。可以啊，哎，那我们接下来就约个时间，定时上来喂一下他们吃的，然后我每天都来啊，慢慢的给他打造一个小家。可以，好的，可以。我的小猫，我要自己爱它。好。我每天给他买火腿肠吃。不行，猫不行。猫不能吃，因为淀粉。淀粉。对。今天就先有这个小盒子，好。啊，怎么办？我心都化了。你真乖。这风有点大，我先把它，我把它放回箱子。好吧。哎呀，大家出来透透气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别跑了，来来来了，来了。晚安，马克巴克们。第一次与你们正式见面啊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马静红，是咱们湖北重新司法鉴定中心的副主任，明天的咱们这个毛发毒品检测的，然后你们七个人分成三组，崇仁路地铁站吴敏提、李雨欣一组，跟着我们的高巧林老师，徐家鹏地铁站，分组是江萌萌、蔡长生、廖景波是我带队，第三组这个杨岔湖是晨晨，还有这个刘晨痴、谭金珍老师带队。哦，明天早上9点要到地铁站。喂，马老师，我是实习生蔡长生，我们现在到这个徐家鹏的这个位置啊，收进去。来来，让来行。穿衣服，穿衣服。谁写这个标签你们我可以帮忙写、来，直接过来，身份证给我，女生头发提前解开啊。报身份证号也可以的。女生就把那个头发散下来，然后解后脑勺那一块，解上面的3到5厘米，对，下面的就不要了，然后就扔掉，然后把3到5厘米放在 A 和 B 袋里。对。头顶后部一缕的地方 ，OK， 剪一下也可以了。就是不用完全从根部上和头皮上剪，保证它的美观，然后再去去多余的部分，只要头贴根部的0到3厘米就行了。哦，好，多少钱？然后每个人是2份，一份 A 样，一份 B 份样 ，B 样，啊，上。我尽量不选择烫染的头发是吧？对。深，然后不要选择烫染的布，这边也可以，对。好，
啊，可以了，小哥，可以了。看一下，学一下这种头发是怎么剪的？剪腋毛吧。剪腋毛，对。腋毛。啊？有没有？腋毛也没有。去一下卫生间吧。对，需要去一趟厕所。我会用这个剪刀扒拉一下，然后直接这样用剪刀去抠一下就行了。你剪这个，你三周的。对，你给它扒拉起来，直接一刀剪，对对对，好，可以了。等一下，再来一点，要再来一点吗？好了。下一位，我好听你。下一个，好了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叔叔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谢谢，可以来这边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可以了，阿姨，你是100号，我是100号，对啊，您真幸运。真的是幸运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好，谢谢，没事，可以去买个彩票了。好，结束，上午工作采样结束，你们辛苦了啊，没有没有，把这都清理一下，行，好的。哎呀。